trouvé ça. Ah, bien fait. Sûrement pour Pérou. Il y en a pas où, Isha. Sûrement pour Pérou. Il y en a pas où, Isha. 多幸福啊！哎呦我操！哪门来了？之前待在树上一直在睡觉怎么办？妈妈一直在吃东西，好可爱啊！看他们吃东西，我能看一天。现在咱们的饲养人员没太忙了，他当时去水池了。就是。你们现在是每天都。哎呀妈！叽叽喳喳的，叽叽喳喳的。把我们玩坏了。你这照片那老深了。谁玩谁去？现在咱们在大熊猫。熊猫抱可能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吧。会有多丰美？然后我们也强势会给大家。鸟的鞋。那他们的喝奶是？他们会就是。让他吐钱来了。王冠带抱着熊猫。还往巧一点，没毛病。哎，你来录个像。走吧。啊？你说你这只狗，下面这只太超年人。拿包下来，你配。宝了。奶爸说，奶爸刚才说他八点就起床了。就是好玩，其实就是他就是比较感兴趣，相当于你是他的一个新鲜的玩具什么之类的，他比较兴奋的就是见到新鲜的事，因为他在那个活动场怎么都玩腻了，突然间走个人进去，哎，觉得哎呀好新奇，是不是？就跑过来跟你玩一会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喂的那几只里面，他们两个是比较兴奋的，就是比较活泼的那种。奇果是今天早上已经兴奋过了，所以他上树睡了。其实早上的时候他还没睡醒，然后刚刚放出来的时候才开始就是比较活泼的。我专门请就调了年假然后飞过来的，超可爱。他那个兔子跳啊，还有那个抱大腿的，基本上天天都在看微博。然后因为我还有一个那个熊猫粉丝团，然后他们天天都在说。